不对，我疏忽了什么？哎，这儿怎么了？快点设置炸药！ 先知之墓，终于找到了古文物。没意外的话，就在那里面。把它打开，小心点，这东西可能会有危险。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你很聪明，我猜你早就知道了。圣三一，文物到底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少跟我耍花招！将我们引到这儿的就是你。我到的时候，这里面就是空的，没有遗体，而且在这周围也没看到任何文物。 劳拉，我有好多事要告诉你，我不……找到先知之墓了？有，但我被跟踪了。什么？是谁？他们称自己为圣三一，而且试图杀死我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开始有点害怕了。墓穴是空的，但我认为他们正在寻找神圣之源。就是你父亲在找的那个古文物。还有另一件事。
我在墓穴中发现了这个符号，我知道自己曾经见过这个东西，但就是想不起来。然后我突然想到，我在爸爸的书内见过它。仔细听好，失落的基特城，据说是在12世纪的时候突然消失于西伯利亚。传说中记载，是在蒙古大军入侵的前夕沉到了某座湖泊的下方。这跟现知的古文物有什么关系？一样的符号。老了。如果神圣之源位于基特城遗迹的某处，我想我就必须到那儿去一趟。去西伯利亚？你在开玩笑吧？仔细想想，要是这东西可以解开长生不死的秘密，它就可以改变一切，疾病、痛苦、死亡都会消失。你听得见自己在讲什么吗？约拿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你清楚世上存在神秘力量，传说可能是真的。我才不管它是不是真的，我已经失去太多朋友了，我不想连你都失去。爸爸没有发现基特城和整件事的关联，他为了真相牺牲了一切。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你。不要再为过去的事情自责了，你父亲是自作自受。我不能被其他的愿望，现在我剩下的只有这些了。才不是那样，如果你能稍微冷静一下，就会知道我是正确的。劳拉，该死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全是我的错，约拿。如果神圣之源是真的，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。只能去西伯利亚了。听得到，快回去，拜托不要来找我。我得自己完成这件事。得快点找到避难处。加油，你行的，快走。
我们得快点回去，得快点回去旧营地。好，得快点生火。 撑上一碗，得找更多。希望它够干燥。 刚死不久，已经没有肉了。 回营地去，可恶，得快点儿。 我们的手下正在山里的遗迹搜寻，如果古文物确实在这儿，我们一定会找到。那些移民呢？他们还是一直在反抗，但一切很快就会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很好，圣三一对你有信心？圣三一，我需要更强韧的弓。 我真希望自己对这种痛苦没有如此熟悉，好像是看着一名熟识的敌人一样。他想要我乖乖的死去，但我不会这么做，也不能这么做。这里一定埋藏着什么东西，一定有，否则圣三一才不会大老远跑来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。我只希望约拿没事，并已找到回去的路。我不能再继续让他跟着我行动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任何人。 一想到失去他的痛苦，我根本无法想象。我的路该由我自己走。
这些是蒙古人留下的遗迹。是圣三一，他们来了。指挥中心，收到了吗？不，糟糕！哦，糟糕！那到底是什么？汉莎小组，请回答。上一次通讯受到了。